来给你的外地。拿回去。你这个拿。他这是你家的吃的。他嘞。甜甜，给个甜甜。来。又拿啥？拿点这个，老爷拿一点这个。在我这儿，在我这儿，鸡腿在我这儿。来，走，走，这里边儿把这鱼皮棒拿，不是回去不是那啥吗？行。煮吧，煮一个，煮棒了。那叫拿吧，那煮过来。你放这箱子上。来来，我这。能拿呗。来，我这再给我俩。我来，我要吃个红果的。谁的饮料还在上？一会儿给你拿吧。来。等一会儿再拿，走，走了，唐老爷在家咋嘞？念叨的还不回去，帮我买来，买这个买那个。我说你想俺老爷了？看，赶紧我导游，导游。现在天气热的，还天站着会儿应该。我这一个老北京，我一会儿喷点儿。去屋里，去屋里。哎呦，弄点儿去吧，我屋里边儿。我正导游呢。啊，你找谁弄来的？那到炒肉汤来，你哪弄？走好吃呗，老爷。好吃。好吃不能光吃。你吃吧。吃吧。这个不是常吃的。哎呀，人家这那个人家现炸的，说挺好吃的。我说奶奶还买点这个吧，别的不知道买啥，就买点豆奶粉，买点奶。豆奶粉你就是当白天上当水喝吧，挺。再姥姥吃一个。对姥爷。你不来烤烧顶你来我给你拿一吃点肉吃吧一会儿咱吃呗一会儿做个汤了挺好吃的再要一个你慢慢的不说叫天天黑夜没让他们睡吃完睡觉饿了就吃不会被吃吧放屋来你让家人吃吧吃了一会儿我就吃呗喝呗你那啥你一会儿早把弟弟给我，你先去两口。现在我不吃。那再要一口，要一口就去看看，看看养不养。要五的，还结婚。走，一会儿叫我摘吧。过来，过来，坐坐，快点。你叫我摘，你一定摘过来。算你一屋里媳妇，知不了哈。才不爱的。不爱的。老人
好吃吗？好吃。嗯。好吃吗？嗯。